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boss 哦，现在在帮大家做 6K 的录制。6K 录什么东西呢？就是录一个，就是让他可以做什么事呢？可以做这个叫做 take 的一个做法，就是把画面录得很大，然后回去做自由剪接。6K 的 take 来 ，zoom in，zoom out。这个可以 take 镜头，然后再来哦，录音到后面，录音到后面，然后准焦，好，现在焦在后面哈，然后 pan 到 boss 这边，好 ，pan 到 boss 这边，好，再来个 run out， 好，现在 run out 之后焦是在那个后面嘛哈。然后 take 到 boss 这边，录音到 boss 的脸上来，录音到 boss 的脸上，准备好录音进来，好，录音到 boss 的脸上，那么就形成了这个运镜、变焦、跟焦，好，再 pan 到后面去，pan 到 boss 这边来。